就好像分析一下我到底哪些地方做得像，但是我就是在做事情当中，我在面对还是有一些地方。因为有我嘛，因为你，因为你还没我执未消，就是你这个六根还在嘛，你没有打破三维的六根嘛，你是个三维投影嘛，这个三维的六根虽然有局限性，虽然是个幻境，但是你还活在这个三维投影，你没有打破到四维五维，你就算你是个光化身，你还执着光化，是吧？虽然你不是很在乎说这个世界的东西，但是你就是你本身的存在，就是这个意念或者散乱或者这个肉体，它对你就有影响。你执着自己嘛，着自己的相。你现在你说，我不知道我着啥相，我问不出来，这就是着了自己的相嘛。因为你觉得你自己是有念的，自己是有杂念的，你觉得你自己不空嘛，这不是着自己的相，对自己有认知有判断。然后可能说还不是很满意等等哦。自己做的话，然后也有自己一些，就是刹那间有根深蒂固的一些东西在骨子里。哦，那肯定根深蒂固的这种是都有吧？就是你生生世世这各种认知啊、执着的角度都有吧？先不要把它当回事，因为我们是解决不了的那些问题。上一世的恶缘，上上世的恶缘，上上上上世的恶缘，你要解决的太多了，只能是先都放在一边嘛，是吧？不解决，反正他很快来了又走，来了又走。是啊，有些需要解决，有些不需要解决，有些，对劲了，一定要解决，那就慈悲为重呗。先，但是你气要沉下来的时候，就是。你最起码淡定，很淡，就是这个世界发生了很多事，我们一开始不见得能，所以一下就证到圆通嘛。但是呢，心很淡定，承受力啊，这个世界很多，自己遇到很多这个世界的很多事的时候，自己不会被击垮，自己会不会觉得太辛苦？你就找自己的相呗，一会儿觉得自己好或者不好，恶或者善，都是这样，都是着相。其实你觉照就是保持觉照力，觉照呗。不管它是善的、恶的、好的、坏的，它不就是冒个念头嘛，是吧？如果你想体验这种空性的境界，那只能是说，那修二个源头也可以，就是静下来，就是静下静静的、无分别的安住在闻心上，慢慢去突破。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好像卡在什么地方，都不知道自己。因为卡在我执我上，我执上嘛，卡在我执上。卡在有一个你在那，所以就有善恶没抽够净。你现在不管是把自己定为幻境，还是定为实有，这都叫有嘛。它就是个幻境，对你也是个相嘛，只是把它叫个幻境。就像这个框框，它对你还是有的，只是它叫幻境，对你来说它还是真实不虚的，只是概念上你认为它是幻境，你认为它是幻境，只是你不再想它了。但是这个东西实实际际还在你面前放，你自己你还没有六根圆通啊，是吧？你没有破掉自己嘛，最起码三维这个投影你还没有实实在在没有体验到它的虚妄。你打破，哪怕我们是进入光化的，哪怕是或者是没有进入圆通，但最起码突破三维了，你都会对三维这个身肉体有一个新的看法。我现在也问不出什么问题，好像是。因为你其实对很多问题也不是说很执着，你身体有觉受，心态也，头脑又有杂念，身体有各种受，然后呢？心里有东摸摸西摸摸，因为对你来说以前的生活，一个人的时候或者是怎么样的，就是只不过是不同的样子呗，没什么不同的样子。继续很静的，比如干做事的时候，干活的时候，让自己很清静，静静的去做，哪怕刷墙呢，刷木板呢，大家注意安全，这些东西呢，就是静。静静的，就像在打坐一样，就那样训练自己。一个是在洞里边就这么，你反正也慢，你很容易自己就哪怕你很愿意在干活里边进入的，
就像你干会儿刷墙啊或者什么，你一刷就刷，反正你在动，你看着自己在动，慢慢慢慢，你只要很专注，专注到一定时候，你真的是会没有动静而想的，不着动静而想的。你虽然在动，你觉得你好像也没动，也没有静想，哎，你就会就会有一堆空灵的感觉。虽然那还不是什么不生法相的状态，但有已经开始空灵了，就是耳根跟耳尘就是说六根已经开始空灵了，有些有些感悟，就是觉得自己做的不太好，那就是其他的这些说自己好不好这种事，先扔在一边想都懒得想，迅速的活在当下，每一刹那都迅速的回归，那些东西，good 上他那些好坏善恶的事情，反正现在都在你在道场的话，反正也没干啥，也就不就是在生活嘛，先不要想那些，你的专注力是可以的，只是有时候专注到十念，就是有时候会昏头昏脑，不反应了，一片空白一样的，然后就调整一下，再调整回来，再继续一点一点保持觉知，保持觉知的去刷墙啊，做干活儿，一点一点的，然后慢慢进入，不管在动还是静里边没有动，就是自己会觉得自己没有动向也没有静向，就是说因为在动中你开始就静了嘛，一般都是在你动的时候你比如刷墙刷刷刷刷一点一点，突然静下来了，静下来你觉得身体在动，好像有一个不动的，你会发现好像你的手在动，身体在动，有一个不动的，但是在知见上你马上就会知道，没有静相可得，静相也是个虚妄的，那么你就离了静相，因为先是静下来了，然后你一旦有这个知见的话，你就从静相里脱离出来了，就是离相，就离动静而相了，就开始离动相和静相了，这个时候你就觉照就如如不动的在那儿了，就有点空灵，这个时候就容易见性了，知道吧？见空性了，先从这样抽离，如果大脑空白的时候或者昏沉的时候就然后自己停下来休息一下，深呼吸几次，你觉得有时候头上缺氧，你深呼吸几次，它就又过了，你这脖子以下这个身体这个气血有时候就截住了，不循，就是好像跟大脑不连贯的，有时候这也是你身体的一个，你就是这样的，也不是病，经常深呼吸，让你的气通畅的再全身呼吸一次，就吸气就吸到海底轮，呼气一直一直上来下来，让它贯通几次，就是刻意的呼吸。我呼吸是非常短促的那种，你就刻意的长长的呼几次嘛。哪怕拿故意拿嘴吸，就是但不要用嘴吸气，但呼气也可以用嘴吐出去，吸气的时候用鼻子，就刻意的每可以这他们大脑空白的时候，昏沉的时候就深呼吸，连着深呼吸两三次，当然刷墙的时候如果灰尘太大就算了